我觉得一下子人真刀真枪的那么干啊，我们恐怕还是第一次。师弟，王仁哲等在寺内要抓你，你快走吧。师兄，我不能连累你们害了师父，放我进去。这是1983年香港亚洲电视台引进内地的首部电视连续剧，剧情和主题曲在当年曾经让亿万国人热血沸腾，主题歌曲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一直流传至今。递进了，而且他的那种歌反复的在播放当中，就大街小巷都在唱，然后其实呢广东话大家一般北方人也都听不懂，听不懂的但是也喜欢唱。人为为俗与隐扬，人家要气人性，开口叫吧，高声叫吧，这里是全国界定，历来强盗要侵入，最终必送命，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千里河水滔滔，江山斗丽热海风岭，莫国家那样烟飞，冲开血路挥手抢霸，要砥砺国家中兴，气扬国号再中践踏，个个负起使命。千里黄河水滔滔，